跟各位提醒一下哈。那还有就是在这里的吸气，吸气的时候一样吸到丹田，每一个吸都吸到丹田，然后吸完了以后呢，再拉用力的时候是屏住呼吸，好，屏好了以后换气，三的时候是换气，好，换到中间来，换到中间来，再换手，换手，好，再拉出去，等你拉到底的时候，又是屏住呼吸，屏住呼吸，然后再换气，换气就是三，再回来，回来。然后再继续拉，好，再松回来，好，这一招看起来是很简单，但是呢做起来呢是蛮辛苦的。为什么？你初初在做的时候，你会感觉你的脚会很酸，好，然后还有呢就是这种力道的关系，没有感觉有一点类似喘，这都没关系，只要你能够忍受，忍受那种酸，不要很勉强，运动绝对不要很勉强，就是你忍受到感觉是我不能忍的，那就可以放下来了哈。那今天时间又很快又到了哈，时间真的是哈，分分秒秒跟我们在比赛，啊，所以在很极短的时间内呢，能够掌握住。